梦就是希望啊。然后，然后有梦要敢去逐梦去追梦，追梦啊，实现梦。圆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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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红利有嘞，我洗啦，洗过来。你来这，你桶水来啊？啥来桶水啊？日本的桶水嘛。日本的桶水啊。日本啦。日本。面对镜头请微笑，我们有挥挥手上镜头，来配合的，这样滑，这样你要切水啊，这个这样切切水，这样切水，不要深，腰不要扭，哎，不要太深，这样切水，切水，再向后切水滑，切水哈，哎，切水。这样子啊，腰不要扭哈，腰不要扭，这就很自然，以最轻松的方式就会倾斜，最轻松方式，你这样向后就会向左。那个有运动细胞的人不一样，可以这样讲。整路到底前面后面那路不到，我不能整。你的重心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金师。哎，吴卫泽。哎，阿帅，怎么样？我们九点就滑了。哦。名字叫做立鹤花，立呢就是说站立的立啦，就是说会站立的一朵花啊。鹤呢是各位都知道是一种鸟的名字嘛哈、哦，各位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呢特别穿的我背章上都有两只很特别的鸟，其实我今天身上带了很多鸟，各位不可能猜得到我身上到底有几只鸟了哈、哦、啊。那等一下呢，如果真的你要挑战的话，我也不反对了哈。哦啊，我今天带了很多的一个奖品来给各位啊。其实立鹤呢，
立鹤花，各位你看到它有冠羽哦，它是战役战力的鹤，台语呢跟着立鹤，台语跟着立鹤啊，所以这种植物呢是世界上最懂得礼貌的一种植物。那么在家门口如果种了这么一两棵的话呢，我想各位都不用太麻烦啊，客人来到你家的之前呢，他会先跟客人打个招呼说立鹤啊，跟我说一次立鹤立鹤啊，他的花的名字叫做立鹤花啊。这个道路上呢，你就会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一个香味。这种味道是什么呢？它叫做台湾樱花的味道。台湾樱花叫什么？叫苦楝，叫做苦楝，已经都开紫色的花，足白的水的。冬天呢，各位，你知道冬天呢？冬天它更特别哦，一棵树好像是死掉了。这跟我们呢，明太祖一个皇帝，他的一个皇帝是有关系啊。因为有一天呢，这个明太祖呢，在朱元璋啊，在那个什么，在那一棵树下乘凉的时候。朱元璋的一个那一头上呢，那造成朱元璋的那一头痛得要命，所以他站起来就指着那一棵树，这个苦楝树。拢讲话讲了，主委拢讲话讲了。你们讲话的时候，老公跟飞两个一只青蛙虫，我到乌山坡了。那这是露营啊，没有关系的。两公分就是两千。露营啊，你们可以讲话可以。那个有几公分？可以讲话可以，都可以。啊，这边马爱上我。喝啊。这边都马爱上我。哎，不错不错。这边马爱上我。